恐怖再现。喺基隆嘅一间鬼庙做直播，咁喺 Aaron 身边咧就有台湾嘅郭定豪师傅。你好，郭师傅。各位观众，你哋好。啊，广东话，我只会讲这一句。OK OK， 咁啊，呢间台湾喺基隆嘅鬼庙咧，其实大家之前都睇过做一个录影翻嚟嘅片段啦，但系今晚咧就系直播嘅。咁其实我哋现场啦，有其他朋友系喺后边噶，咁啊唔俾大家睇住啦。咁但系而家喺我周边咧，就有一位算唔算高龄？低龄嘅。低龄，帮我打灯啊。OK， 冇问题。OK， 有杰啦，同埋另外一位。Hi。 就系 Cat。阿 Cat 而家辛苦仲有嘛？因为佢咧就攞住我啱啱咧系今次第一次用嘅一个灵塔嘅测试器啦，就一阵间咧可能会同啲灵界朋友啦，就问下佢哋 yes or no 答啲问题。我哋有一个责任，辛苦仲有，师傅，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个建议嘛？建议是在后面有些骨灰嘛？我们可以怎么做？等一下，你们进去的时候，你们先就是我们先，我会先带你去走一圈。那有这个鬼庙里面有一个地方，有一个房间呢，是有很多古瓮、骨灰坛的。对，那这个骨灰坛，其中我记得我上次来有一两个、两三个倒掉了。那我建议是说，如果你们比较有勇气的对朋友，那你就把它扶正，倒掉了就把它扶正。哇，那我会。先跟他沟通，如果他说 yes，他就亮绿灯，那你们就做这个动作。如果他说 no， 那你就不要去动他的骨灰坛。嗱，师傅建议，因为里面就有啲骨灰啱，就可能系跌低咗咁样啦，咁冇人够胆喐佢嘅。而家我哋建议咧，即系话阿师傅建议就系，如果我哋可以扶翻正佢咧，其实做一啲嘅功德咁样。不过要问下人哋中唔中意先，系咪先？可以问一问呢个 yes or no， 一阵间会做呢件事。好啦，喂，师傅可唔可以帮你先？做一个算不算是招灵的仪式呢？真的咁样做一个召魂的仪式嘛？哦 ，OK 啊，等我哋现场的朋友可以感受一下先啊。OK， 记得上次我哋拍的时候咧，喺二楼。咁二樓有個房間咧，咁裏邊咧就有一個好大嘅一張牀啊。那你知道這個床是什麼作用？床是住的。床應該是當初給這個住持或是這邊的出家的比丘或比丘尼住的。那當然也有可能是他們的師兄師姐啊。但是我覺得應該是住這個床的這個可能之前的住持往生了。那这个床就废弃了，就在那边啊。可是我记得我们上次来呢，那个外景的主持人呢，有在这个床上做一些感应，对啊，做一些灵异的游戏。嗯，那做到一半呢，他感觉呢那个床呢有人踩上去，然后那床震动很厉害，发出很多木板的声音。那他吓到就跳起来，赶快冲出去。好啦，嗱，我而家手上边咧亦都有另一个灵探嘅机嘅吓，呢、這个咧就系、基本上咧有冇机会一阵间会响啊咁样啦。咁不如嗱，而家咧我哋有呢一个 yes or no 啦，呢个最先嘅灵探之。我哋可以问呢、這个现场朋友 yes 定系 no 啦。咁不如师傅可以问一下这个主持，现在在这里还是已经走了吗？可以问一下他吗？你观察一下。好，因为师傅就话咧，好可能佢喺度咧，婆婆未必肯接近我哋啊。咁不如我哋等一下他再翻。你都可以咁樣嚇。阿婆婆個樣咧，好似有啲變動。咩話？我頭先望住阿婆婆張相咧，我覺得佢好似有啲變動。但係可能因為黑得滯，我睇唔出係笑啊定係點，但係而家我係冇管動咯。冇管動。係啊。
因為我頭先我又頭先阿師傅喺度念咒咧，跟住我一路望住婆張相咧，我感覺到佢係一路好似喺度變，而家好似喺變緊喎。又變緊。係啊！哇！真係懵懂啊！嚇！真係懵懂。我唔係好敢 plan 過去啊。嚇！嗱，部機咧係有少少著嘅，一點點，但是沒有按下去，對對對，那應該不在，啊？應該不在，應該不在，如果在，他會回答。交通的個樣係有變緊咯。他剛剛看到婆婆的樣子，會變的。對啊。那個有的不是他，不是他，那是別的靈。哦，有一好似有少少系男人咁嘅样，像一个男人，对啊，对啊，有的可能不在了，可能不在，可能不在，可能是别的灵在。OK， 咁我哋不如再行一圈好吗？我们进去再，嗱，我哋一行少少，其实师傅而家就喺里边，头先个位置咧又再系停低咗，嗱，而家师傅试下即系同佢沟通，系咪真系唔得先？所以我頭先要行翻出嚟，不如或者離遠好嘛？我哋唔去到最接近啦。嗱，而家都睇到嘅。嗱，師傅喺裏邊，係啦。嗱，近鏡嘅幫我錄低佢啊，唔該。阿 Amy 係咪？好，唔該。嚇，睇完噶啦，冇噶啦，最精彩的部分睇唔到噶啦。是啊，这个只是呢恐怖在线每晚的精华片段而已。如果你想看到一个钟头免费节目的说话呢，可以在星期一至五晚大概11点搭8个字啦，可以去到 admin.com。只要在 Facebook， 只要你 like 了我们的专业 Hotbase 都看到的。另外 WeChat 的火嘴网和 BigBigAir 的手机 App 都看到大概一个钟头的免费节目的。但如果你想看全集节目大概个半小时的说话呢，麻烦你参与我们的月费计划了。现在声音的月费就是30元，而看完视像就是40元的。只要你成为我们月费计划的会员，随时下载，随时看完所有节目。还有只要你加得10元就可以用到我们的 BigBigAir 的手机 App， 很方便，随时在手机里面都看到我们的节目了。所以不用想，即刻下载，即刻成为我们的付费会员了。